大家好，我是阿天，今天是20219月3号晚上11点半啊，密宝峡湾齁，都忘记录齁，因为这个团队真实在是太有趣了。好，那相信大家都很想知道说到底一二周要用什么样的角色齁，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我们先这个按照惯例齁，先看一下这个一般的奖励齁，应该是没有变的，然后自选奖励齁，哎呦太快太快，慢慢来哦。自选奖励应该是推到36张吧齁，那这个奖励的部分应该是没有什么变。好，对，没错，通关36张就可以多获得一个 T3 齁，照理说应该是选 T3 啦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进来看吧。进来看之前呢，我先看一下这一次的这个自选角色到了什么样的这个卡池哦。因为这个自选角色呢会随着这个进度去更新。当然啦，他现在目前推出的这些角色齁，他就不会再变了。所以说现在密宝峡湾这一个月如果再出新角色的话，就不会放到密宝峡湾里面来了。好，诶，有恶魔角色诶，好，每次都要讲这个梗。好，这个是那个海姆达尔啦，海姆达尔应该是吧。好，这个耀光的海姆达尔，所以说这个应该新的角色都有齁，不错，船长也不错，海姆达尔也不错。好，所以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我们就直接来找吧。第一关齁，应该这些任务应该都不用看啦，我们只要看角色就好，因为我觉得推那么多次应该就是差不多这个样子吧。好，我们来找一下齁。怎么还没到？还没有吗？还是我漏了？有那么多关吗？第一关、第二关、第三关，都没有第四关哦，有啦，齁。哎呦，这个是资料片的两位这个满血女主角哦，这个是很早期的这个安丹德拉跟那个萨特纳一起推出哦。好，那这个应该大家都会有啦齁，不管怎么样至少都会有一只吧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一下。好，第八关哦，两只恶魔。好，现在再讲齁有点无聊了。耀光跟这个莫塔斯齁，海姆达尔跟莫塔斯。OK, 好，第一周是这个海姆达尔。那我们看第二周呢，第二周的话卢克雷利亚跟女妖，哇，这肯定有齁，卢克雷利亚应该这怎么样都会有吧。好，大概只有新手玩家没有办法有。第二周哦，船长跟这个乌龟，我觉得都不是很困难齁，因为这个半神看起来是应该是说第一周的这个恶魔是莫塔斯，第二周的恶魔是卢克雷蒂亚，这两只角色应该如果说有跟上进度的话，大概都知道必须要养一个指甲哦。莫塔斯指甲可以用在团队远征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很快就可以用到了。然后这个卢克雷蒂亚，这个东侯女士跟卢克雷蒂亚，大家也是知道说这个必练齁。那就算是无氪账号的话呢，有碰到活动，有碰到东侯女士跟卢克雷蒂亚，基本上都会换一只吧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来推推看吧。敌人都是砖30红山家具齁。四耀光帝国。基本上呢，我大概都已经把这个组合都已经设到编队里面了，这样才比较快。一名英雄击杀至少三名召唤物以外的敌人。现在可以有海姆达尔，所以说我们不用一直使用这个光弓队了。女仆哦，对对对，女仆现在更新成这个样子齁，英雄定制。之前女仆是在这个地方做那个设定。好，然后其实也不一定要光弓啦，那你也可以摆上安之啊，这个样子都可以哦。那但是这一关的话，其实光弓队还蛮适合的哦。哇，超肥的这个墨佐斯哦，喂，光弓五杀哦，了不起了不起。好，然后第一关过了，再是第二关哦。好，第二关的话是应该是满血吧，累积使用必杀次数小于等于四次，这样子，四次哦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啊。等一下。这样子有没有超过四次啊？应该没有啦，没有啦。萨菲亚还没开大。好，那第三关，顺顺啊行，四绿玉优先击杀两名后排。四绿玉，好，这样子一样用埃隆这个老鹰队哦。管他的，乱杀了。先过关看看有没有成功。哎呀，没有成功嘞！优先击杀两名后排哦，这个后排给你搞一个孙悟空哦，然后德雷斯又会逃跑，这个蛮麻烦的哦。哇，这关确实有一点搞纲呢，他故意中后排给你一个这个孙悟空啊，这样子嘞，这样子也不行哦。
优先击杀两名后排。那我们换个拉库勒，反正管他的，猫过来一次杀。嗯，还是不行哦。那哇，那这一关怎么办？在索罗斯不要，来一个大乌龟。哇，有点危险嘞！哇，这样子不行，这样不行。看一下哦，用什么角色嘞？是要四个绿玉，当然你也可以分两次解啊。但是想说就是这个一次解哦。扭扭应该比较硬吧？我们用洛桑连那个扭扭哦。啊，会不会连了扭扭之后扭扭死太快啊？所以不应该用洛桑是不是？这样子不行。这样子会不会扭扭死太快？小羊、蝴蝶、索罗斯，如果不行的话，那这类型的打法就干脆直接用这个安之哦。安之一下轰下去就不用管那么多了。还是不行嘞！哎呦，这一关这么麻烦哦。那我们就换安之队吧。好。一发轰下去，管他谁是谁，机器轰下去，谁先死也不知道。OK， 这样子也是不行，这样子也不行哦。那我多轰几次好不好？多轰几次看看。啊，罗万。刚看起来应该是老鹰跟孙悟空很难最后死啦。我看一下哦，这怎么办呢？难道我刚刚不小心把扭扭给炸死了吗？哀之。好，挤满了。对啊，只剩孙悟空啊。那其他四只应该就是一波带走了吧？优先击杀两名后排英雄，安尼够袂使哦。你是安怎咧？敢讲是要安尼？塞西利亚，这样子吗？一个塞西利亚切过去，一个奈拉拉过来。可是木盾会保护诶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哦，还是不行嘞。木盾会保护，对啊，木盾会强制保后排啊。可是孙悟空拉不过来啊，而且这是专30的孙悟空诶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哇，这一关优先击杀两后排。啊，我好像看到木盾挂掉嘞！我好像看到木盾死太快了。好，那就换个方向。安之的普通攻击好像就把木盾干掉了。啊，这样子耶，这样行不行？还是不行啊？那怎么办？难道要古王反伤吗？不对啊，这一关不能反啊，有孙悟空，然后，哦，这该怎么办？吸过来一次杀，还是用正宗的埃隆老鹰队？用正宗埃隆老鹰队，看一下，速杀，快速击杀，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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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咻。哎呦喂啊，还输掉哦。为什么对方一直抵抗啊？还输掉哦。埃隆老鹰队。卢克雷蒂啊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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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。哎呦，德雷斯好像跑掉了。不行。哇。各种阵都用了。
我这关我好像打了5分钟哦。那还有什么队可以用？先杀后排，还是慢慢熬啊？这个，我们慢慢熬，跟你慢慢聊，拉过来，阿塔利亚切过去，阿塔利亚切过去好像也没有用。嗯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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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办？东虹女士队，这样子怎么看也是怪怪的啊。嗯，我刚刚好像有先杀到前排耶，对呀，我好像有杀到前排耶，拉，这样子嘞，先杀老鹰啊，木盾又死掉了，我看到木盾死掉了，那就末日近卫，我要打到后方去，诶，光攻。光攻射德雷斯，可是德雷斯不是会跑走吗？一个拉，一个射，德雷斯不见了，德雷斯不见了，德雷斯不见了，德雷斯跑掉了，他会德雷斯的这个招式，他会躲起来，哇，变德雷斯最后死哦，这样子也是不行哦，那反过来。奈拉拉德雷斯，然后光攻去射老鹰，哇哇哇哇哇！嘿嘿嘿嘿嘿，痛啊痛啊！戴蒙，戴蒙撑住！为什么会免疫啊？木盾去保护，然后德雷斯最后死。嗯。还有什么方法嘞？安之一棒搞定也不行，木盾保护了，扭牛挂掉了，我看到扭牛挂掉了，然后德雷斯在这个地方，哇，我以为很简单的哎，那怎么办？借英雄，好，我们用无耻的神魔队，哦，五神魔，呵呵，没有五恶魔啊，不是五神魔，啊，乱来啦，乱来啦，哇，德雷斯他还是躲起来啦，那怎么办？五恶魔也不行，光攻也不行，其实我觉得安之队希望比较大哎，安之队，我还是觉得安之队希望比较大哎。安之队的话，我要怎么样提升他的伤害？萨菲亚、罗万吗？好。哎，扭牛是不是先挂掉了？扭牛是不是先挂掉了？我刚好像扭牛好像被安之炸到哎。嗯，安之是不小心把扭牛炸死了。看一下，这个电一下，啊，扭牛死掉了，扭牛被那个电一下死掉了。嗯，那就我让安之早点开大好了，给你换充盈法典，这样子，哦，你开场能量比较多，赶快吃到罗万牌药水，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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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不要随便普通攻击，太危险了。啊？去保护老鹰了，孙悟空去保，木盾去保护老鹰了。嗯，这样子确实是先这个先开大，然后没有炸死扭牛，可是木盾去保护老鹰了。这个好头痛啊，唉。想想看，还是要打慢呢。这个金城武吼，这个，我们要开始把步调放慢下来。埃奇哦，一格一格宰，
啊，我不知道，我已经乱上一些角色了，什么锁螺丝啊。这样是什么鬼啊？这样是什么鬼？那就哇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凤凰用射的吗？先把老鹰干掉，吸过来，埃隆老鹰队，反正就一直吸，一直吸，一直吸，一直吸。对啊，我看到存活的是圣德雷斯哎。哇，我这关卡好久哦，不要这样子啊，我想休息啊。好，埃隆老鹰队，搞不清楚谁杀谁，就这样子，反正这个结束比较快，比较好试。斯克雷格不要，加莱卡，就全部一起死，好，速杀速杀速杀，多杀几次，还是不行。换个方向再来，好，大球球砸下去行不行？还是不行，优先击杀两名敌方后排。好，换个狼人，换谁嘞？换谁嘞？换虾米狼嘞？想想看哦，索罗斯，说，萨菲亚砸下来。啊，德雷斯跑走了。哦，索罗斯是不是太强了？他是先把扭扭切死了。好，不要索罗斯。洛桑也危险。狮子吼一下，大家防御力减少。也不行。哇，这一关我到底要打多久啊？到时候影片说这边就直接跳过了。德雷斯也挂掉，吸过来也不行。大老鹰、萨菲亚都不行。冰魔。不可以。孙悟空好像之前也有这样配过，乱配一通。哇，被德雷斯切死。萨菲亚、狮子、莱卡。蹦。让他放不出大招，哀兹吗？哀兹可以封锁德雷兹逃跑吗？德雷兹还是会跑走啊，哀兹也不行。卢克雷蒂啊。最后一个死掉，好像也是德雷斯哎，完了，我没有信心了。那这样看起来，在德雷斯他又跑走了，啊，是不是不要让德雷斯累积能量？会不会从头到尾就是把德雷斯控得死死的？那讲到控能量的话，就是奥登喽。德雷斯还是最后死啊。控能量哦。古弓行吗？好乱哦。不过这样子感觉上好像杀的时间差不多，这个队伍。看不是很出来呢，武功
越杀越快，越杀越快，越杀越快也没有用。我一直上来卡，还是我不要上来卡？又是你德雷斯，可以嘞，可以嘞，哦，吸过来，咣，哦，看不懂啊，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吧，齁，所以就用艾隆朗一队吸过来，然后就一直试，一直试，一直试吧，齁，这样子，然后多试几次。反正游戏的这个随机成分很重嘛，所以这样子吸一吸之后呢，德雷斯还是最后死，但是呢，对方的老鹰跟孙悟空先死了。哦，这卡多久？哦，十多分钟哎，我这个影片已经21分钟了，我想说10分钟可以解决啊，这真的是糗。好，然后亡灵安丹德拉、哦，安丹德拉跟那个萨特纳，安丹德拉。一级的，好，可以的，应该可以吧？哎呀，我太得意了，好吧，看来要带小只的哈，三个人我们还是用这个，虚空三人组好了，好这样子，来虚空三人组，三只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哦，好，四个亡灵就是这一队啦，哦，我还组了五亡灵了，哇，戴蒙直接被秒掉了，真的啊，是不是拉库的关系？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被秒掉没有关系，反正那个亡灵的角色个狠角色，少了戴蒙，我们依旧有很多这个非常强悍的这个打手，胜利的时候上阵角色均存活。均存活，那就四个哈、哦，要半神，上一个梅林，四个虚空，然后都活着，有罗万有梅林，这样子应该算是稳的吧？砰！还有东红女士，哦，你很勇哦，好。已经一半了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第六关啊，现在第六关了，天啊！四个耀光阵营不同的五位英雄，好，没有问题，分两次结。四耀光是这一队，还有这一队已经是对四耀光吼。咻咻咻咻咻，光光队解决得了吗？可以的，对方送我们一只瓦尔特。好，五个不同的阵营，那我们就是各取一只，嘿，然后借了一只这个茄子，然后这个亡灵代表戴蒙，虚空代表安之，然后绿玉代表埃隆，那这个满血代表好这个大老鹰，每一位都能独挡一面，要你命3000 ，OK， 好过关。好，第六关过了，再来是第七关，第七关，这个是四满血，不用坦克跟法师，四满血不用坦克跟法师，那不就这个吗？不用坦克跟法师啊，四个满血，哇，不用坦克跟法师哦，哦，那就哇。欸、不对耶，坦克跟魔法师，老鹰是法师啊，哇，那这样子可能要分两次打咯，啊，算分两次打好了，单用满血这样子不好凑哦，我们大老鹰是那个法师欸，好，然后就不使用坦克跟法师，那我们就游侠队吧，游侠，然后游侠队。不用坦克跟法师，哇，那有什么游侠？卢克雷蒂啊，然后战士东红女士啊，好像这个阵容有点强哎、欸。
好，这样子，黄金阵容，东炉都来了。OK， 过关，还剩下两关了，快结束了，快结束了。哇，密宝小门打个一关要打30分钟啊。这个是海姆达尔跟莫塔斯，有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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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海姆达尔跟莫塔斯，有的，海姆达尔莫塔斯，没错，就是纸架的莫塔斯用来打这个团队远征的。然后海姆达尔，我记得我有抽到一只，哎，有哦，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就来一只老鹰，好的，这个样子。啊，不行的话就，不行的话就使用安之吧。喂，哎，我们还上了莫塔斯的 buff 哦。好 ，OK， 然后再来是四个绿翼，四个绿翼就这一队啦。咻，绿翼克亡灵。好 ，OK， 最后的哎，一关还是两关啦、啊？这是第八关还是第七关？哦，第八关，第八关 ，OK， 好的，剩两关。四亡灵均同一个职业，那也是要分，也是要分两次打、哦。均同一个职业的话，就游侠吧。哦，现在法师其实 也有很多很强的角色哦。不过应该还是游侠比较快啊。好，四个游侠，我们就选择卢克雷蒂亚，还有古宫，还有谁？拉库。好，就这样子，同一个职业。诶，好好奇哦，是谁的伤害比较强？哦，还是东侯，还是那个卢克雷蒂亚哦。好，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了，解脱，终于可以解脱了。前排的英雄均为法师，要四个半神哦。前排英雄均是法师，均是法师，哈哈，莫拉尔，不过这莫拉尔不见得大家都有，所以我们还是用一个比较。这样子好了哦，这样子应该大家都有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安置怎么这么快开大？啊，不行不行不行啊，搞笑的啦！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法师哦，法师村姑可能会好一点哦，村姑是法师吧？对啊，哦，村姑也是大家都有。刚刚上的萨菲亚，萨菲亚不是那个虚空半神啊啊，因为我刚给那个安置装备的那个充盈法典啊，好换回来换回来好。这样子过了，所以我把安置的这换回来，免得到时候推图一直觉得，这节奏怎么不对？那也安置开大开那么快。好，我们把这个东西切回来哦。安置充盈法典，先给他焚风之冠吧。啊，反正操作也好，大家都用焚风之冠。那东西来开一开吧。三颗，啊，不好哈、哦，连小号这几只都好像已经五星了。应该是五星了吧？哎、欸，还没耶！哦，小号的进度真的是比较慢哦、喔。好，这样子，哎、欸，升一下，然后再来是这个家具哦，家具的话，大概就是个样子吧。那我们就抽一下吧。哦，多少啊？22000了哦，我归那么久了。好，第一抽，第二抽，第三抽保底。哎、欸，一次两个哦，古王。小号我想古王就直接给他抽到这个九红好了。好，四个。然后现在绝对不会抽到重复了。这真的太好。但是还是要注意说有没有人九红你还把它摆在上面了。应该是不会啦。哇，都是要保底哦，第三次才中。啊，只有一个波斯王子。哇，真的是不意外，真的是要保底才会中。好，所以刚刚又获得了一个这个波斯王子的 ，OK， 波斯王子也是要九红哦，这样子他的那个十字杀才可以多一次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就慢慢摆吧，这个不急。好，上家具 ，OK， 好，这密宝小玩第一周跟第二周的这个，哎，怎么讲，这个记录就到这边了啊，还有一间迷宫没打，哦天哪，好，所以说呢，这个简单总结一下哈，这个密宝小玩第一周呢。要用到这个莫塔斯哦，莫塔斯还有海姆达尔。那第二周的话呢，就是卢克雷蒂亚，还有这个船长吧，哈、哦，这样子。
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